进入广告。广告，腾讯视频里 ,QQ,com 很抱歉，由于版权限制，您所在的地区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。错误码 ,61101-130808.1,33C4D6239,AAA49C37A81D6B12164DF70201, 我要反馈播放下一集 0.0 点直播。零点弹幕字适应倍速 0.5x,1.0x,1.25x,5x,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。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，广告 50%,75%,100%,VD002736.M9K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音量 50% 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码 611-01-13080.1 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8日10点05分04秒播放流水 33C4D6232-9AAA49C37A81D6B12164DF70201,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-OW-DATA-VID-DEOAR-PUSHVID-I00273611-M9K IMG-HTTP INews gtimg.com newsapp.ls 0505-374-3068-64048 给视频官方弹幕，四湖人特训镜头曝光，突破过人加飞跃，爆口遨游斯坦普斯中心，时长约52秒。腾讯体育8月30日报道，骑士的播报团队有了人员变动，美籍凯文克莱普斯在推特上报道，艾利克里夫顿将不再担任骑士的场边记者，这位女记者将加盟湖人，目前尚不清楚她会担任什么职位。马姆已澄清退役与小卡帕克无关，上赛季就已想好詹姆斯和女记者克里夫顿。早前福克斯体育俄亥俄州分站发表了一份声明，声明中写道，我们确认艾利克里夫顿将不再担任骑士的场边记者，虽然看到他离去我们很难过，但我们感激他为骑士播报团队做出的贡献，并且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。据悉，过去四年来克里夫顿和詹姆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如今詹姆斯已经加盟了湖人，詹姆斯的加盟将会给湖人带来很多关注度，因此在报道方面肯定也需要一些新人加入。与此同时，詹皇离开之后，骑士的关注度会相应的减少，在播报方面也无需再投入那么多人力。作为熟悉勒布朗的一名记者，克里夫顿有可能会成为湖人的一名播报记者，或者他可以加入詹姆斯的公司任职。另外，失去克里夫顿对于福克斯体育俄亥俄分站来说也是不小的打击，过去几个赛季以来，克里夫顿和不少球员建立了不错的关系，他在体育圈拥有不错的人脉资源，这对于福克斯的报道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克里夫顿本人，因为他自己和勒布朗建立了不错的关系，追随詹姆斯转投湖人无可厚非。另外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也是由市场决定的，湖人地处洛杉矶，并且有超级巨星的加盟，克里夫顿来到这样的地方也算是一次成功的跳槽。风清扬